你喜欢哪一种啊？随便。 这个好像也不错，不过好像可以试试。我不会。 我爸每天上班领带就是我妈给打的。我妈老说，我爸干嘛不自己打领带？可越嫌弃吧，每天早上出门前还是会拿好领带在门口等我爸。后来，我爸偷偷告诉我，其实他故意不学的，他就是想看我妈每天早上给他打领带的样子。他说可温柔了。 男女交往的危险讯号：第一，男女双方交往过于频繁；第二，双方交往带有隐秘性；第三，看见对方与别的异性同学往来，就会心生不满和嫉妒；第四，不知不觉，对方成为自己的牵挂。